移位的动作。你过去移位到现在，你就是这样而已嘛。就接下来就是名色六入，触受爱取有生老死。你把过去移位到现在，可是学佛不是在讲移位，学佛是看到这个杂的东西呀、啊，杂的东西要抽，精神上面要化，就是要把这些消融掉，它不移位的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